二十八节、二十九节这两节经文，二十八节、二十九节这两节经文。找到没有？找到，咱们开声来朗读这两节经文。一、二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隔离的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衣纹。这人的重担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在天上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按照你的旨意将你的道赐给了我们，因为你是按时分粮的神，今天你知道教会需要什么，你就按时分粮给我们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你必要继续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，因为你的教会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道。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道，使我们今天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欺骗的法术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飘来飘去的。因为今天只有长大成人了，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小孩子不能吃干粮，只能吃奶。今天我们不再吃奶了，乃是吃干粮，好使我们的身量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保守我们的聚会，把今天下午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，你借着这一点的时间大大的倾覆给你自己的教会，不但倾覆给你地面教会，也倾覆给你网络的教会，使众多的弟兄姊妹都通过这样的道，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丰盛，都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都能够成为大人，都能成为基督的精兵，都能够成为战士，成为耶和华的勇士，在这弯曲邪恶背面的时代，使我们成为明光照耀，照亮一切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众多人的脚步都引到平安的路上，领多人归义，使我们好发光在天，普照在地上。谢谢天父这样引导我们，继续的施恩给你自己的众儿女，把你的仆人握在你大能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来加添力量，使他能够有属天的聪明智慧，讲出你天上各样的奥秘，使众多的弟兄姊妹因他的口而受益。阿门。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以下的光阴，将听这课讲的都被一灵所穿戴，被一灵所感动。阿门。应允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。阿门。好，感谢神的恩典，咱们继续再交通这个课题。上堂课我讲到了，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是不是啊？这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交通。那么旧约那个隔离不过是新约割礼的影子，新约割礼是旧约割礼的实体。那么第二章这里面第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，二十八节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一下就否定了犹太人那种割礼不是真的，是不是啊？犹太人割礼割在哪？割在肉体上。有没有果效？没有。他们有没有私欲？有，照样有私欲。这个并不能够解决他们私欲的问题，这就说明肉身上所做的，上帝先许可犹太人先做，看看肉身做的能不能起果效。我总讲，神许可人在前面先做，做失败了他再做，神自己在做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先叫你做一下来，你看看。你用肉体割礼看看能不能起果效，结果起没起到果效啊？没有，没有起到果效。最后呢，他们照样有贪心，有私欲，是不是啊？犹太人贪不贪恋钱财？贪恋钱财。犹太人嫉不嫉妒？嫉妒。他要不嫉妒能把耶稣杀了吗？是不是啊？犹太人有没有
杀人这样的欲望？有。所以呢，不能解决他们肉体那种个亚当给他们留下那种恶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种私欲，所以呢，肉体上受割礼呢是假的，是影子，不是实体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在二十八节说，唯有二十八节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一下就否定了，那不是真犹太人，是假犹太人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耶稣说那犹太人是谁？他说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这私欲从哪来的？魔鬼。魔鬼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魔鬼来的私欲，因为犹太人也割礼了，他们从小就受割礼，是不是啊？但竟然没解决私欲的问题，所以耶稣竟然说他们是他们的父是魔鬼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再往前看，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这割礼神说不是真的。下面说，唯有里面的，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唯有里面哪个？这个从外面这个地方不是真犹太人，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割礼的。咱们是哪儿受割礼？心受割礼的。他们哪儿受割礼？肉受割礼的。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将来外邦人要成为犹太人的老师，我要叫那些不成子民的对着百姓说话，是不是啊？我要兴起的无知的民向着百姓说话，向哪个百姓？就是犹太人的百姓。犹太人百姓糊不糊涂啊？糊涂，不是一般的糊涂。那么外邦人也是百姓，今天外邦人走对路了，这条路走对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们的割礼是在乎灵，不在乎什么地位。他们的割礼是在乎肉，不管灵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一生的果效由哪发出？心发出。把灵一解决，外面就解决了；灵没解决，外面也不会解决的。所以犹太人，他们没少在肉身上受苦，但不顶用。神不承认的，那么说明他这一切都是虚妄无益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说真格里。也是心理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疑人疑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这人称赞不是从真格里在乎灵，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，成功了，咱们借着信。割礼是在乎信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若不信他，我永远不能受割礼的。是的。在乎灵，不在乎外面肉体的疑问。这个人的称赞，从神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首先，这个人这种做法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的，按照神的放信主之法做出来的割礼，哪儿割了？灵割了。所以，别人就称赞这个人心里好。这个人心对，道在肉身显现，住在我们中间又显现出来，你说这个人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是针对的，每个人都有道在你心里头，上帝也要预计叫每个人这个心里的道要长大成人显现出来。阿门。你相信不相信？相信。每个人里边都有主的灵，都有主的生命，上帝要把这个生命放在你里边，并且要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最后显现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，老弟找到。哥罗西书二章第二十节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
为什么仍想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叫做败坏。这是不是也是败坏啊？是。你用规条是败坏，但你今天在肉体里活着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是不是败坏？是。都是败坏，这两个都是败坏。给你设一些规条，给你设一些规条，板住啊、哦！看见你妇女不要动淫念啊、哦！这能板住吗？不能。他板不住的，能不能守住？不能。能不能憋好？憋不好。眼睛憋蓝了也憋不好。你信不信呢？信。把你眼睛都憋蓝了、憋绿了，也没办法守住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不让你开心，你靠憋行不行？贪心是不是十条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？是。咱们今天就叫你别贪心啊、哦！你能不能不贪心？不能。你绝对不能不贪心的。所以基督要给你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还是你今天要靠着守这些规条，自己来那控制呢？哪一样好？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这是主动权在谁手里头？基督手里。若我去守规条，主动权在谁手里头？在我手里。若我在外面肉体上，在外面肉体上，我自己不靠信心脱去肉体的邪情私欲，我就要靠肉体去守、去板、去憋、去装，会不会有果效呢？往下看。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的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啊，去服从这些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怎样了？败坏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灵，用私欲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影响。这是神说，这种方法是人的方法。要想克制，什么叫克制呢？克制是什么？啊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啊，克制是什么意思啊？板住啊，克制住，是不是啊？装，实际装，实际控制，克制，控制住，不让他犯，不让贪心出来，行不行？行行行。不让奸淫出来，行不行？行行。就用这种人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守什么？守那些规条，不可吃，不可拿，不可尝，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，用这些规条来控制。完了，又进到旧约的犹太那，犹太人是不是靠肉体？是。是不是啊？靠肉体在那板，在那守，在那。成没成功？没有。失败了是不是啊？全部失败了，没有一个得胜的。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了，内心善的连一个也没有，是不是啊？没有明白的，一同变为无用了，最后变成无用了。因为他要靠肉体去守肉体里面的那个私欲，来控制那个私欲，来克制那个私欲，行不行？不是，要用肉体，用这个肉体外面这个力量去达到把那个私欲给它弄没有。最后有没有？有。还有。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告诉你，那是使人徒有智慧之名。徒是什么意思？是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啊？是。用私欲崇拜，对不对？徒是什么意思？徒劳无益。这叫徒劳无功啊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有没有功？没有。没有。徒劳无功的就是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欲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。是不是苦待己身呢？是。可吃住啊，苦一点。但上帝有个好方法，就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基督呢，你侥幸他就能在你身上这样工作，不是你自己去苦待己身，
是不是？这个必须跟基督同受苦难，对不对？必须肉身和基督同受苦难，不是自己在那自己用肉体跟基督同受苦难，是不是跟我用信心跟基督一同的上十字架了？是的，他死了我就死了，借着洗礼跟他一同死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才是正确的。自己来呢，可知守这些规条有没有用？没有，没有用的。历史历代谁也没有犹太人守的规条最多，多不多？多。他们一共什么都加起来613条，613条啊！你说多不多吧？多。这么多的规条，竟没使犹太人敬畏神，也没使犹太人敬虔，有没有？没有。绝对没有的，他们照样的，该怎样还是怎样。最后，耶稣基督说他们是假冒至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过了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犹太人就这么干，就靠克制，就靠那规条控制，守规条控制。咱们今天要守规条就坏了，又步入了犹太人的后尘，又走了老路了，是不是啊？情欲怎么拖下去的？情欲是如何拖下去的？情欲肯定得拖，方法对的就能拖下去，方法错的，你这一辈子算得不着这奖赏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奖赏这个荣耀你算得不到的，因为方法错了，果效就一定是错的。现在用错果效的多不多呀？多。那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，都要守啊。现在在这种光景下的人多不多？多，都要守啊！守什么？守律法规条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误解的话了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，所以他就进规条里去守律法规条，甚至有人这么说的。那你说孝敬父母好不好？你孝敬父母，你能说不好吗？好。孝敬父母，这律法这个规条设立的孝敬父母不好吗？难道你不孝敬父母吗？他会不会这样问的？那律法规定不可杀人这件事好不好？好。那你怎么说那律法规条不能守呢？他耶稣把标准抬高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害人就等于杀人了，就像你达不到，这就叫什么？这叫什么呢？请兼顾了律法，兼顾了律法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兼不兼顾？兼顾了，是不是坚不可摧的叫兼顾了律法？谁也达不到的，够不到，是不是啊？他把这个标准抬得这么高，你不用犯奸淫，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你说这个标准高不高？高。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啊？犹太人说：“你看我守住了啊，这规条，说规定的不可杀人，我没杀人；不可拜偶像，我没拜偶像，是不是啊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我没做假见证，对不对？我都达到了。我不可奸淫，我没奸淫。最后耶稣才说，你不用杀人。”你心里起了恨的这个意念就等于杀人了。恨人是不是杀人？是。你不用奸淫，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你看这标准高不高？高。高。高，你还靠守那个规条起作用了？不起作用。上帝就把标准抬高了，就是叫那些规条落空。你听明白吗？你再守规条没用了，毫无功效的，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毫无功效的，就叫他落空。他把标准抬高，就是外面你做了你就以为没事了，
你做了才算，你没做就以为没事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是，但神不是这么想的，神告诉你，你不用做，你想了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律法的规条你守完了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他借着有你想了，你没做，就把这标准抬高，使律法更怎样了？坚固，坚固了。坚固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意思，你守完了那规条没有用，因为这还有呢，这还有呢，这还有最高的标准呢，能不能达到？你要达到，你照样进不去天国；你要达到，你照样是没解决这个情欲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是。这就是上帝的意思。耶稣为什么把标准抬高了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整个的把标准抬高了，就叫你够不着。你够不着叫坚固，别人守不住了叫坚固，人若能守住律法就不叫坚固了。这堵墙是不是啊？拿炸弹炸都炸不，都炸不坏，也炸不漏，这叫什么呢？坚固，铜墙铁壁的，是不是啊？用特种钢制作的这个墙，拿炸弹都炸不了，说明什么？坚固。那么今天这律法我要能守住，还叫坚固吗？他就不坚固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保罗说，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更坚固了律法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个坚固律法就是这个意思，人人都守不住叫坚固，你守不住就好了，你守不住，下面耶稣基督帮你做，不是靠这些规条去克制肉身的情欲，这是不起作用的，是神说的，这么做是不起作用的。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影响的，主就这么说，毫无影响，丝毫没有功效，你还去做吗？你还守规条吗？要不要守规条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是不是啊？还得除掉情欲，还不守规条。我们先看咱们先看一段经文，《帖撒罗尼迦》咱们先看第三章，《帖撒罗尼迦》第五节。小子们，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，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突然，就是归于虚空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诱惑人的就把你往哪里诱惑？虚空啊，往那规条里诱惑。你看这律法一点一话不能废掉，就把你往那规条里诱惑，是不是？叫我们所去的从前所传给你们的突然了，归于突然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里就说，那是毫无功效的。那不过有人要把我从前所传给你们的归于突然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提摩太的前书手还不行，手还不行，听没听明白？在私欲中间活着还不行。找到没有？第六章提摩太
前书的第六章咱们从第六节开始看，晓得吗？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。站在私欲里啊，叫人沉在哪里了？败坏和灭亡之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是一种私欲，是不是啊？就把自己刺透了。你看还得把它，还不能守律法，还不能在这私欲中间活着，那就得靠着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件事情很容易就被误导了，很容易被恶人就误导了。守住，别贪财啊！贪财这个，这是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东西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能叫你离真道，你信不信？就因为贪财就能离了真道。现在因贪财的缘故，离真道的很多。他就能做这些，他就能干这些事。当一个人这个贪财是一种私欲，如果这个贪财的心没拿出去，他早晚有一天是因着钱财背离真道。巴兰为钱财背没背离真道？原来是先知，后来呢变成术士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就能背离真道，因钱财背离真道。圣经多的是这样的，因为钱财背离真道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是一种私欲，还得脱离这个私欲，还不能靠守，那你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你放纵肉体的私欲还不行，但你靠着肉体去守住还不行，这不是逼人死吗？就是逼你死啊！你要死了不就好了吗？实际上就是逼你死，用信心跟基督同死，就是逼你守也不行，活在那中间也不行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是。我守也是错，活在那里头也是错，也不守，也不活在那里头。那就得怎样？死，与基督同死，对不对呀，弟兄姊妹？对。所以今天与基督同死就有果效了。使劲活着，靠着肉体那些守规条、克制，错的，对不对？那在那里面放纵，还是错的。我们看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，五章的第十三节，晓得没？晓得，咱们一同来读。一二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。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你看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是要得自由，是。那么下面就说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不可以把这个，还不能把这个蒙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还不能去守规条。这是第一点啊，第一点不能守规条，
能不能守规条？不能。不能守规条。第二点是不能怎么样？他不能放纵，不能守规条，还不能放纵。不能放纵，情绪，他不放纵还不走，你那啥，哎呀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死了，我现在给你讲的这个，就是把你往正路上，肯定有一条路，基督给不给人开一个条路啊？开了。这条路对不对？对。这条路对不对？对。这两条路都不对，是不是啊？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就交通了这个地方，这两条路都是不对的。守规条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况下是毫无功效的，就步入了犹太人的后尘。不守规条也不对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守也不对。死了才对，守也不行，是不是啊？放纵也不行。我曾经讲过了，有三条路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是不是有三条路？是。你要走哪条路？直行的。直行的。嗯。拐弯，这拐弯叫什么呢？行，守规条，立功。这一拐弯是什么？放纵情欲，放纵。这两条路都不能走，一个是左转弯，一个是右转弯，都不能走。下面有一条是望着标杆直跑，是不是直跑啊？是。有一条路是直跑的路，对不对？这直跑的路是望着标杆的，是不是？标杆是什么？基督，是不是十字架啊？耶稣是不是在前面立个十字架，叫你人人都得往那条路上走啊？是，对不对？这就叫高举的是十字架，既不高举立功，又不高举放纵，对不对？在人里活着，放不放纵？放纵，在人里活着，在律法中间也在人里活，这也在人里活着，都在人里活着，在肉体里活着，这个是得自由了，拿着自由当做，这下可得到机会了，可以放纵了，这下可找到机会了，在基督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就跑到肉体里头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其实他嘴上说在基督里，其实在哪里？在肉体里放纵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有人在网上听完我讲到了之后呢？你看我讲德荣耀就到，不对啦，讲错啦，也就是他说圣经是写错了。我讲这个话是不是圣经里的话？是啊，是圣经里的话。那么神把这圣经里话已经摆在这个地方，不是王浩发明的，对不对？就在这个地方，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不要找机会，也不要像犹太人的守这些规条，不可拿，不可尝，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有没有功效？没有，一点功效都没有，一点功效，一，是不是啊？在这里立功之法守规条的解决不了情欲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这些解决不了，这些干脆不用解决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解决你怎么得荣耀呢？你怎么得冠冕呢？你怎么得奖赏呢？你看这一伙人说不用解决了，就在这里活着吧，就在情欲中间活着吧，服侍情欲吧，对吗？不对，不对，服侍情欲不对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克制，克制。守规条，时间克制，守住，摆住，憋住，装住，控制住，千万别犯，对不对？不对。
那么这伙人还赶不上这伙人，这伙人得救了，得救了，他跑肉体里放纵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伙人连得救的机会都没有，你听明白吗？这是两伙人的，这两伙人都转弯了，一个往肉体里转的，一个往立功之法里转的，往律法里转的，是不是啊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舍己的路，丧掉自我生命的路，对不对？对。望着标杆直跑，没有我的路。我死了，基督活的路，这就直跑，弯跑对不对？不对，弯跑对不对？不对，那么弯也不对，这么弯也不对，左转弯也不对，右转弯也不对，只有直行线，望着那直行线的标杆往前跑，好不好？好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奔到摆在前途的路程，有一条路程需要你去奔呐，是不是需要你奔呐？是，那个奔是哪个奔？奔跑，奔跑，奔跑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奔跑不是无定向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方向？有，他绝对不是空跑的。所以我们都要跑去得那奖赏，好不好？好。直跑的对还是弯跑对？直跑的。这两个弯跑我都给你讲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是立功，一个是放纵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基督徒今天应当怎么跑才能得奖赏？直跑，一个三条路，是不是啊？这条路压根没得救，不懂什么叫救恩，就在那立功，使劲靠肉体，使劲努力，使劲憋，使劲板，使劲手，使劲装，使劲控制，使劲克制，是不是啊？这条路是得到救恩了，哎呀，这救恩真好，得到救恩了，自由了。终于自由了，咱就拿这自由给肉体往肉体上挂割了，把这个自由当作肉体放纵情绪的机会了，这下找到机会了，这伙人得不到奖赏，得不到冠冕，可以紧紧得救，到耶稣基督来那天，他是火里抽一根柴的。这伙人呢，没有完蛋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伙人也在肉体里，这伙人也在肉体，但这伙人是没得救，这伙人已经得救了。最后呢，就借助于这个机会开始放纵一把。听没听明白？听懂了吗？这三条路，你选哪一条路？中间是望着标杆的，直跑这条路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舍己的路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，好不好？好。十字架是不是标杆？是。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望着主的标杆抬头，望着主的十字架，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，丧掉你的生命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丧掉生命的一条路，这是留着自己生命的，这也是留着自己生命，这连重生都没有。这个呢，有重生，但今天还活在肉体中间，没脱离肉体，行不行？啊？不行的。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是。第六章，第六章的第十四节，找了吗？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钉十字架的他下面他才能新造的人，是不是叫你钉十字架呀？是，是不是叫你把世界钉十字架？是，你的信仰是你把你自己定十字架，不是你把你自己，就是你相信基督定十字架，你今天用信心定十字架，把你自己定十字架，又用信心把世界定十字架，当你信的时候也这么信，把你自己定十字架，把世界也信定十字架，这样才能起果效，当你信的时候也这么信，当你信的时候也这么信，就在你身上起果效，你怎么能起果效，就是你信
世界钉十字架，这就望着标杆直跑。你信，我也钉十字架了，这就望着标杆直跑。阿门。这叫背起十字架跟从我，对不对呀？你光信我钉十字架了，世界呢？他世界还有诱惑力呀，对不对？世界钉不钉十字架？钉。他就钉十字架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两个都是顺着情欲的，只有一个不是顺着情欲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两个都不是把我钉十字架，把世界钉十字架。保罗是把我钉十字架，把世界钉十字架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奖赏、得冠冕、得荣耀的好最好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两个都没钉十字架，留着自己。这一个是舍己的，把自己舍出去，钉十字架了，向世界死，向我都死了，我也死了。对，因这十字架。是有没有十字架？有。你奔跑的必须有十字架，必须有十字架，没有十字架你就空跑白跑。这十字架叫你什么名？叫什么名？标杆，是不是啊？十字架是不是标杆？是。所以保罗到哪个地方说：“我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，是不是标杆呢？”是。十字架就是个标杆，你往着这个十字架跑，就是舍己的路。你没往十字架跑。你往世界跑，放纵情欲的路，是不是啊？你往律法里跑，那是立功之法的路，听没听明白？对。你往哪个跑很关键，这是往世界跑，这是往律法里跑，往律法里跑是立功，往世界里跑是放纵。放纵的是撒情欲的种子，顺从情欲撒种子，就从情欲收什么呢？拜拜。那么顺从圣灵撒种的圣灵，他要引导你望着标杆直跑。那么顺从圣灵撒种，就从情欲，就从圣灵收什么呢？收圣灵，对不对？对。听没听明白这句话？明白。望着标杆跑的，就是顺着圣灵而行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就从圣灵收有圣灵；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就从情欲收拜拜。这拜不拜拜？拜拜，这拜不拜拜？拜拜，这俩都拜拜。刚才讲，克制众生情是叫人拜拜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些规教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。其实，在克制众生情是毫无功效的。正用的时候就都拜拜了，这是一个拜拜啊。嗯。拜不拜拜？拜拜。那么，在这里的拜不拜拜？拜拜。也拜拜，这两个都是拜拜的。只有一个不是拜拜，这中间这个不是拜拜的，因为他不在情欲里头，他把自己钉十字架了，他借着信心钉十字架了，不在拜拜里头。听没听明白？他没有拜拜的，这地方是舍己的，是不是啊？背十字架的，丧掉的，对不对？丧掉的这条路，就忘了标杆。耶稣都是钉十字架，我也要背十字架。背起自己下十字架归到主那里去，表面也是丧掉生命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这条路就是主给我们选择的一条路，是不是啊，弟兄姊妹？是。这么跑就跑对了，望着标杆直跑，好不好？啊，回头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。圈跑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。啊？回头也不行，就是掉头也不行。掉头也不行，转弯也不行，直跑才行，好不好？怎么样才能直跑？望着标杆直跑，就这么一条路吧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咱们再看罗马书，罗马书六章，看一段经文。第十二节，罗马书六章的第十二节，这是对信的人，是对不信的人说的。对信的人，不是对不信的人。那立功之法呢？那已经讲过了，那是对不信的人。
他的没明白这个经文的人，他在立功之法，在律法里。这段经文是对信的人说的。第十二节找了吗？找到了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你听，这句话，不要容罪。这个罪是肉体里边，就是你靠律法而有的罪，私欲而产生出来的罪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不至于死的罪，不要容罪在你们这个必死的身上作王。这个不是灵魂的罪的，灵魂罪解没解决？解决了。就是必死的罪解没解决？解决了。这是不死的罪，这不死的罪怎么产生的呢？由私欲产生的。我们看，把这先隔上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就是雅各书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，为什么要解决私欲的问题？因为私欲可以给你产生出来死，这个死不是那个基督跟基督同死的死，乃是被咒诅的死，乃是私欲既怀了胎生出罪，罪既长成生出死来。这人身上这个私欲是律法给你留在身体里的，律法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钉了。那么他留下这个根后钉不钉十字架？钉，就这个私欲，因律法而生的私欲。当然，私欲是属魔鬼的。一会儿咱们再查，私欲一定是属魔鬼的，情欲是属魔鬼的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是。我们看这段经文啊，雅各书的一章第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当然，基督徒在没有死了，不像犹太人在律法下继续的生私欲，他那是能叫他灭亡的。但今天基督徒身上，如果你今天光解决了律法，解决了罪，没解决因律法而生的私欲，他会在你身上会产生出结果的。因为结果，什么结果？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不是你灭亡那个死，而是你肉身要死。听没听明白？你肉身因着这个私欲要死，这个私欲是不是？这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他是叫你死的，对不对？律法留在身体中间那个私欲是能叫你死的。你说你今天应不应当处理这个私欲啊？你若不处理这个私欲，他能叫你死？私欲既怀了胎，生出罪；罪既长成，生出什么？死。就在基督徒身上，我不说在那灭亡的人身上，我就说在基督徒身上，你要不要留着律法而有的私欲，因律法而生的私欲，要不要在你里面出现？这私欲在你里面会怀了胎的，对不对？一旦怀了胎，生出什么了？这一季长成了，它一长成了，它就变成死了。你看看，私欲怀了胎，私欲就那种的，就像什么的。我昨天讲那个精子，一旦怀了胎，就是最后长成了就是小孩了。他一开始他是精子的那个状态，但怀了胎就变成什么了？就变成人了。但他这是人的前身，私欲是罪的前身。听没听明白？私欲啊，是罪的前身呐。哪个身？私欲是罪的前身，对不对？他是罪，他是怀胎的时候他生出罪的。听没听明白？就像那个精子怀胎的时候，它就生出孩子了，就长出孩子了，再长大了就生出来了，听没听明白？你看这件事，如果不处理行不行？不处理是不行的。所以基督要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你非得脱情欲吗？你要脱你也得脱，不脱你也得脱。你听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要主动的要脱呢，得奖赏；
你要不主动脱呢，挨揍、挨打、挨管教。这是十二章说的，希伯来书十二章说。等一会儿咱们就看那十二章是不是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对。那情欲的事情你脱不脱？脱。因为它是因律法而生的，是因老祖宗亚当在伊甸园里留给你的，因着律法而生的，好不好？情欲的是属谁的？是我给他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先看雅各书，雅各书的第三章十五节，雅各书三章十五节，因为这个东西发源地不对，它发源地一开始是从天上路西法那里有的，最后它打到地上来，它就把这个东西呢借着分别善恶树这一条诫命就输入到夏娃里来，夏娃紧接着又给亚当传递了，所以因此人人都是亚当的后代。亚当生下一个人里边就有这东西，叫什么名？叫什么名？私欲，是不是啊？只要生下来一个人就有这东西，生下一个人就有这东西。凡在地上从亚当生的，没有一个没有这东西的。这名叫什么？私欲。小子们。十五节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，是不是啊？情欲是属谁的？魔鬼的。那么嫉妒、结党、纷争是不是情欲？是。这些东西从哪来的？魔鬼来的。魔鬼来的。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。找到吗？第四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找到没？找到，咱们开声来读。一二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就是撒旦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。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好了，这里面说什么呢？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这谁的私欲？魔鬼的私欲，是不是？私欲是属魔鬼的。那在没在你的肉体里存在这东西？存在了，也就是这个私欲是谁种进来的？魔鬼，魔鬼种进来。借着什么？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，找到吗？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私欲、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因什么？律法。那么，神给亚当一条律法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。魔鬼就把夏娃就引到这个分别善恶树，这时候立约，是不是用律法立约？是是，用分别善恶树果子立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条律法？是。魔鬼要把夏娃引到这个地方干什么？好生私欲，是不是因律法而生的私欲？怎么是因律法而生的呢？这私欲不是魔鬼来的，但魔鬼可以借助于律法这个规条，叫你里面产生出这种私欲，对不对？这私欲是不是属魔鬼的？是，是属魔鬼的。如果没有这律法的规条，那么罪就没有了，私欲就没有了。不可取贪心，这一条来了，
是不是贪心就在里面发动了？是，是不是？这是罗马书七章第七节往后就这么说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七节是，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，我就不知何是贪，什么叫贪心，对不对？嗯。若不是律法告诉我什么叫贪心，那这个贪心我就不知道，不知道他就不发动，知道了他就开始发动。见灵来了，罪就活了，我就死了，是不是？他一说不可起贪心，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诸般的贪心在我里边发动，多没多？多，这下产生多了，就是借着戒命，魔鬼是借着戒命，每一次都是借着戒命，叫诸般的私欲在你里边发动。所以今天我们脱没脱离仇敌的权势？脱离了，脱离了。那么仇敌留在我们身体里的私欲、恶欲，要不要把它除掉？除掉。罪是不是从魔鬼来的？接着什么？接着律法。犯罪就是违背律法，对不对？他让你犯罪了，你不就违背律法？违背律法就叫罪。所有犯罪的罪就是什么？都是魔鬼的，对不对？他接着你犯罪，听没听明白？其实你违背律法才叫罪，你要不违背律法，这不叫罪，听没听啊？他让你违背律法，好叫你构成罪。要违背律法的这件事就构成罪了，不违背律法这件事就不构成罪。听懂了这句话吗？就是不可起贪心，这是律法的规定。你说没有律法这件事就不叫罪，有律法的就构成罪。魔鬼就是把你引到律法家，叫你违背律法，好构成罪。犯罪的就是属谁的了？所以魔鬼是一切撒谎人的什么？他的私欲偏激，私欲是从仇敌魔鬼来的，但借着律法是有的。现在有人反对这，我这么一讲他就反对，他反对什么？啊？他说律法是良善的，你说这糊不糊涂啊？律法良善是指基督说的，是，他不是指那字句说的，他就是指基督说的。分别善恶树果子良善，还是神是良善的？神是良善的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圣经说良善的只有几位？一位，就有一位呀、啊。有的人他的在这个地方就是糊涂，很糊涂的，根本就没明白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。那我要去违背律法，叫不叫犯罪？犯罪的叫名叫什么？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才叫罪。一切犯罪的都是属魔鬼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私欲属不属魔鬼？属魔鬼。属魔鬼。这私欲属魔鬼，要把这把光把魔鬼啊，把光救你脱离魔鬼的权势，不救你脱离罪的权势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光救你脱离魔鬼，不救你脱离律法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光救你脱离律法，不救你脱离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不行的，这都得脱离，他都是我的仇敌，对不对呀？嗯。是不是都是我的仇敌？是。你的仇敌有多少？律法对很多。嗯，是不是啊？你想过没有？魔鬼是你的仇敌，是。律法是你的仇敌，是。我都能给找圣经，是不是啊？嗯。罪是不是你的仇敌？是。私欲是不是你的仇敌？是。肉体是不是你的仇敌？是。世界是不是你的仇敌？是。这都是你的仇敌，这些是留着是脱离呢？脱离。脱离对呢，还是留着对呢？脱离对。你看看圣经明告诉你就得脱离，你不能脱离一样，光脱离律法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你就不脱离了。你不脱离，你等于它在里面还要产生啊。私欲既怀，你还生出什么？罪。罪既长成，生出什么？死。你说这件事重不重要？你不脱离行不行？不行。谁不想脱离？这就说明谁是属肉体的。谁不想脱离？谁是属肉体的？不能把你当成属灵的，因为你要是属灵的，我这么一说，你要不要脱离啊？我一查圣经，你就知道这件事严重性。不脱离，他会妨碍你去得荣耀的，妨不妨碍？他是你在你得荣耀前进路上一个绊脚的石头，碍不碍事？是不是碍事啊？是是。绊不绊脚呢？影不影响你跑天路呢？影响。
咱在高速公路上，高路上公路上就星罗棋布的设计的石头尖，就一面擦地里头，一面草上的那石头尖都在那上。咱跑120迈，一旦碰到一个石头，这个车就得翻了。你信不信？爱不爱你这个车啊？妨碍你跑高速公路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尖要不要把它拿掉？是不是？你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有梗子，就是拦截带叫你减速的。你说你这车走在那地方，你说你心里厌不厌烦这梗子？厌。谁设立的梗子？你都得恨这个人。你说这个人在这个地方设立梗子，你说那个梗子，特别是小车，那梗子要高一点，一下就托底了，伤不伤车呀？伤车。那么你在路上，在这个跑天路的时候，有这个情欲在里边，你说影不影响你跑天路？影响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跑不了的，你就得怎样了？为什么拐弯呢？以色列拐没拐弯？拐弯，走到哪地方拐就弯？啊？亲自过红海，上帝就把他引到了拐弯的路。他说，绕着那个西南半岛，就在那西南半岛上就拐了弯了。拐了弯那是拐个大弯，上帝因为以色列不想征战，不愿意征战，那个地方有非利士人在那个地方，他不愿直接走那进迦南，那当然进路特别近，一共是40天的路程，就走走40天就走到迦南地了，近不近呢？近。但为什么要叫他绕道行走呢？绕到西奈半岛上去了，啊？绕西奈半岛干什么去了？躲避征战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他还不成熟呢，征战还没有那种勇敢劲儿，还没有信心呢，所以上帝就许可他们绕着那个西奈半岛走。走完了，到了西奈旷野了之后呢，到西奈山颁布完律法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有律法了。有律法就有什么私欲，是不是？有了私欲了，他们能不能直走了？这个私欲就产生了，就叫什么？再绕道行走，加底斯，是不是？还有以寻加别，加底斯摩崖地，以寻加别，加底斯摩崖地，他们就开始在那旷野中间就开始转圈了，是这个地方。就大起贪欲之心。什么大起贪欲之心呐？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听懂了吗？基督为什么会给你脱去肉体、情欲、隔离？就是在你跑天路的时候，不受任何的妨碍，不受任何的拦阻，叫你跑天路的时候就忘了标杆，直跑，连拐弯都不拐弯，就直跑，是不是啊？说没说？这是不是圣经里就这么记载的？是。不然呢，有这种拦阻，你想跑那是跑不到头的，跑一跑你就得转弯，跑一跑你就得转弯，因为有情欲的东西。跑跑看两行，这世界上就比那这个跑天路更好。有什么金钱、名利、美女，是不是啊？地位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东西都有，你跑一跑你就转弯，你怎么转弯呢？私欲在这里叫你转弯的，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就转弯。神要把你的私欲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除去你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对不对？对。要不要再讲上？要。就得这么走，拿下去再走，好不好？啊。不拿下没办法走，好不好？啊。旷野其实就是给以色列把情欲的拿下。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却发怨言。为谁发怨言？为肉体，为肉体发怨言。旷野是苦难的路啊，是苦难的路，就是把那个情欲的东西给它拖到旷野中间，好进迦南地应许之地的产业。有情欲进去了，坏不坏了？坏了。他们的新人到了，过了约旦河了，马上就得在基甲那地方受隔离。受隔离，对不对？他就预表着今天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行不行？行。只有受了隔离之后，你进去征战的时候才有勇敢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基督徒啊，特别是传道人呐、啊，他进到那里不可以有情感的，不可以有情感的东西啊。有情感的东西你进去了就完了，你走天路了，遇见有情感的事了，你就转弯了，你信不信？你就不能直跑。所以
情感的事情就拦阻你走天路。情欲是不是情感里的欲望？情感欲望叫情欲，对不对？也叫私欲，它是一种人的情感。那么神家的侍奉要不要掺杂着人的情感？要掺杂人的情感，完不完呢？讲情面，神今天你看见迦南地那迦南七族，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亚摩利人、西魏人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人他们在迦南占据那迦南地方，但耶和华命令以色列男丁进去带腰的不能连续他们的女人，不能连续他们的老人，不能连续他们的婴孩，连婴孩都，就像日本到中国的时候屠杀中国人的时候，他把那孩子挑在刺头尖上去肉几圈，听不听明白？就是那个样子。以色列进迦南地，用迦南人看就是土匪，就是日本鬼子，你听懂了吗？因为杀迦南七族就等于消灭了所有那个地方的人的情感，人的情欲，是不是啊？才能占据那个应许之地。你今天你的肉体的情感不消灭掉，你就不能占据应许之地。应许之地是在天堂上，但必须在这里边把这个情感的东西消灭掉了，才能进入属灵的生命。所以这条路有情感走不了的，他没办法在情感中间走。遇见一个有情感的，哎，就你就被带到情感里头了，是不是啊？遇见一个有情感的，你马上就站住了，是不是站住？从此以后你别走了。我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游戏，这游戏名叫什么名呢？叫，我想想叫什么名？剑侠情缘还是碧血情缘？很有可能像剑侠情缘。完了出去了，就是这个人带着他是剑客出去了，出去刚出到外面，遇到一个小村落里，就有一个美女，就诱惑他，诱惑他，完了之后他俩就结婚，结完婚了游戏结束，生了孩子了，游戏结束，听没听明白？这什么呢？就像情感一样，你这条路，你这条路走了走来走去的，你一下掉进情感了，你的灵程路结束，听没听明白？你的灵程路到此就为止，因为跑天路不能在情感中间。不敢，我经常的就劝说一些个肢体啊，我经常劝说，咱们教会中间没有姐妹这样的情感，没有这个肉体姐妹这种情感，听没听明白？咱有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头的这个姊妹的情感，弟兄的情感，好不好？没有亲情的情感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有亲情的情感，好不好？就在基督的身体上建造的，都是弟兄的情感，好不好？这种情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不是肉体上血气那种情感，听没听明白？有了那种情感，你就被刹车了。什么叫刹车？停车，刹车就是很远跟跑一跑的。这叫什么？急刹车，是不是啊？走了。急刹车是站住啊！啊，停止了。停止了，他不能踩刹车呀、啊。这条路望着标杆直跑，不能踩刹车，对不对？有情感的都没踩刹车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站在情感中间活着就坏了，亲情中间不能有，听没听明白？我说这句话，你听懂了吗？耶稣基督最后就遇见了，等到时候我可以给你查这段经文啊。他正在那讲道，突然有人告诉他：“你母亲和你兄弟来看你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因为我是无父无母的，无祖母，无亲族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中的。你说说我有母亲，我哪来母亲呢？我母亲是谁呀？玛利亚不是你的母亲吗？啊，那些个雅各不是你的兄弟吗？啊？”
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时候对约翰说，约翰看你的母亲，完了说夫人看你的儿子，你不是我的，你听懂了吗？我们所有的建造都得在基督的生命中间建造，不应当在人的肉体的情感中间建造，好不好？不要用肉体的情感来连带连接弟兄姊妹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心和恩赐互相联络，互作肢体，好不好？彼此联络，互作肢体，这是真正的教会，这是属灵的圣工必须有的，这是我所看见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神给没给你这样看见，教会不能应当有肉体情感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那肉体情欲都得消灭，你的肉体情感在教会中间一出现，拦不拦阻神的圣工？听懂了吗？休息十分钟。